Hello， 咁啊，欢迎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啊，翻到嚟12月7号，咁啊，讲紧周三嘅国际大棋局嘅第二节啦。咁啊，进入节目之前啊，恳请大家就按赞、订阅、俾 like 啦，咁啊，支持下我哋啊，咁啊，口耳相传我哋嘅节目俾你身边嘅朋友、屋企人、同事、同学，咁啊，亦都有能力嘅听众咧，恳请啊。订阅我同埋我老师台长啊嘅梁锦祥工作室，咁啊成为我哋嘅订阅会员啦，咁同埋可以透过啲 QR code 啊支持我哋嘅制作团队啦，支持啊我哋嘅一啲好用心嘅朋友喺后面咧去帮手嘅制作。每一日嘅国际大棋局咧，其实讲紧咧都系即系一个生死时速嘅局面，咁啊尤其是啊多片多图嘅时候咧，咁后面嘅工作人员咧其实真系做到大镬噶，咁啊亦都啦支持我哋一众嘅。贊助商啦，譬如講緊咁啊，講緊Fortress Insight 啊，華爾街日報啊，咁啊兩個咧係紙媒，亦都係好多時提供一啲啊專欄高質素專欄俾我哋啦。咁仲有咁啊，講緊 SwiftVPN 啊，咁輸入我哋嘅Cosmon 2022優惠碼咧，咁啊可以獲得啊呢個 VPN 服務嘅優惠啦。咁啊最緊要要支持我哋一眾主持啊嘅實體商店啦，咁講緊當然有瑞德堂啊，咁啊而家咧天氣凍咗啊，咁啊亦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啊羅雲西都有好多咧係天氣凍啊，食落去啊保暖啊。咁嘅產品大家真係要支持一下。咁仲有阿 Cat 姐啦，咁要支持佢嘅酒吧啦，咁去飲下酒啊，食下啲好正嘅西餐啦。咁當然仲有每日見到廣告嘅阿朗哥啊，火之神餐廳啊，去食呢個日本嘅食品。咁大家呢一定要支持我哋，而家係我哋最需要大家支持嘅時候。好啦，咁頭先嗰節呢，咁啊，一开头咧轻松啲啦，讲下 Marvel 嘅电影。喂，原来引申出嚟啊，就系呢一个背后操控啊，阿台长成日讲嘅 Deep State， 咁啊，以致大数据嘅一啲垄断，大家啊，Google 啊，好多平台啊，都会有呢啲情况啦。咁啊，台长都讲咗啦，今次翻嚟佢会讲 Elon Musk， 哇，呢两日啊，轰动全世界嘅一啲新闻啦。咁喺翻呢度，但系都要话老师啊，作一个评论，就系上节，因为时间过咗，我哋未答完。究竟上次嗰度嘅延续系点咧，老师？咁大家等紧你答案咯。嗱，我举一个好细一个细节可以回答头先个问题，就系究竟呢场大风暴由首先从澳门刮起，咁咧又会唔会往上烧啊？一烧烧到边度咧？咁而家江泽民已经即系不在人世啦，佢都见到马克思啦。不过佢系咪真系见马克思，我真系有少怀疑，因为你话佢作为一个伟大嘅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一个伟大嘅呢、這个啊，即系军事家，咁佢打过咩仗咧？啊，呢个真系一个好大疑问嚟啊！咁但系咧，个头先我讲嘅细节系咩咧？咁又记得咧，就开二十大嗰、那个即系会议嘅时候咧，就胡锦涛坐咗喺栗战书侧边啦，亦都坐咗喺习近平侧边。咁跟住咧，就佢尝试走去揭开嗰张嘅报告，嗰份报告。咁结果就被劫走啦。我用劫走呢、這个，相信今日都冇乜意义噶啦吓。咁后边就有个人一齐出去嘅，咁一个相当之英俊啊、高大威猛嘅人啦，咁样。咁大家有冇留意就喺嗰、那个？追悼的大会上面呢，他后面那个人又是这个人来的。那这个是一个什么人呢？为什么他这么贴身保护胡锦涛呢？或者胡锦涛为什么这么需要一个贴身的保护呢？为什么温家宝又不在他身边呢？为什么朱镕基又好像 我一定不敢说得那么实，因为我没看啦。但我真的见不到，我现在搜索的时候我见不到他朱镕基那个就是说出席那个追悼大会那个的新闻，就是可能我孤陋寡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是显示到一些的信息的。至于我们第一节尾问的问题，就是那现在会不会清算呢？那斗争和清算之间是什么关系？我第一节已经问了你的问题，你说斗争斗边个啊？毛主席讲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地斗，人无乐，其乐无穷。喂，咁你呢个嘅斗，咁咪斗？喂，即系你觉得系嗰啲造成今日呢、這个即系呢个腐败、贪污腐败嘅人啦，定系还是其他你嘅政治对手咧？
咁我覺得胡錦濤嗰個情況都幾不妙嘅，即係譬如由阿江澤民呢個追悼大會，咁你可以即係跟住引申另一個問題，就係假如日後阿胡錦濤佢又去見馬克思啦，咁嗰個公即係追悼大會嗰個規格會點樣咧？咁我覺得如果你又好似而家呢個江澤民咁規格，我又覺得好搞笑喎。咁啊點解你葉劉大嗰時劫 Q 咗佢走噶嘛？係咪啊？即係我哋睇嗰陣時係咁樣啦。咁但係如果到其時又係哇，即係大家又哇，真係非常之嚇隆重地嚇，即係要默哀啊三分鐘係咪啊？我覺得奇怪，今日到到今日啦嚇，即係前嗰兩日冇吐紅咧，今日又吐翻紅喎，唔係吐翻黑喎，即係冇吐紅啊！琴日即係冇吐黑嚇。咁今日又吐翻黑喎，呢個即係明報同埋星島。咁你東方又繼續係紅噶啦，即係正常嘅報頭咯。咁即係點解會咁樣咧？咁樣啊？咁你咪即係要七日都吐黑咧？係咪啊？我又唔係太清楚啦。但係即係呢個，我想答到頭先阿文俊提出個問題嘅，就係話咧，即係嗰個鬥爭咧，或者而家呢個清算嗰個嘅情況咧，係唔會停止嘅嚇，即係一路係。跟住嗰個睇下嗰個客觀因素係點改變化咯。咁客觀因素係咩咧？最緊要係冇錢而家啊，所有嘅錢都邊度可以抄，即係揾到嘅就走去揾啊。譬如香港都係㗎，你而家掟垃圾咁，遲啲又即係個罰款又增加㗎啦，係咪啊？咁我睇睇啲即係啲人去走去查一查，即係深水埗嗰邊兩條街，一個係鴨寮街。一個咧就係、是、應該係我睇先啦，嗰度係咩街？一時間諗唔起啊！咁但係你真係隔離嗰條街噶啦，就嗰啲嘅南亞裔或者嗰啲嘅黑人嚇、啊，你睇下佢如果佢哋抌垃圾，咁睇下可唔可以嚇，即、啊、係、就是、走去檢控下佢哋啦。咁亦都要投訴嘅嗰度咧，啲老鼠冇少到喎。嚇！因為我最近喺度行過，都係有老鼠喎。咁點解嗰個滅鼠運動都係有雷聲大雨點少咧？咁樣嚇。咁啊嗱，即係你而家呢個嘅，我諗到係咩街啦？福榮街係，好啦。而家你問嗰個問題就係、是，喂，跟住落嚟點？咁我諗第一樣嘢咧，就係如果喺大陸嗰邊咧，就低層嘅官員咧，一定成為呢個祭旗嘅對象啦。好啦。张珊珊今日去咗边度咧？呢、這个张珊珊到今日有冇现身啊？阿文俊，呢、這个张珊有冇俾消息啊？张珊珊啊，喂，其实老实讲啊，去到而家，即系你问我啊，佢系咪一个咩商界嘅女强人啊？系咪一个系好出名啊？点样？我真系唔知道、啊。喂，以致你话其实讲紧张珊珊嗰位30岁啊，40岁啊，喂，系咪 Eatable 噶？我真的不知道、啊、喂，照計應該照計應該百度有噶咯喎，咩維基百科嗱，好搞笑噶。咁其實佢早排咧講完之後咧，張珊珊連同嗰啲大白同伙，你見到啦，台長我哋節目都有出嗰啲短片啦，拉大白啦，係嘛？跟住喂，張珊珊又啊俾人啊擺喺抖音度鞭屍喎，喂，但係啲人咧鞭咗吳嘉欣，又話嗰張相係流嘅喎，都係叫張珊珊，但唔係似張珊珊，唔同比張珊珊啊嘛，你明唔明啊？唉、哎，大鑊啊！真係叫張珊珊，我諗中國入邊都唔知幾多萬人啊！真係。跟住之後啊，又揾咗第二個張珊珊出嚟編屍。喂，原來嗰個好似又話編錯咗。跟住去到搞到而家，你問我，其實張珊珊老實講啊，對我嚟講，我哋呢啲市井之徒，其實只會在意幾樣嘢。第一，佢係咪靚女咧？第二。咁佢系咪有錢嘅靚女咧？第三，佢會唔會好似抖音啲女咁扭嚟扭去咧？我就在意呢三個問題，但我都搞唔清啊！即係去到而家，你話啊張珊珊啊，原來係個啊300磅嘅一個豐滿啲嘅女士啊，定係佢好似啲抖音網紅咁靚？我真係唔知道。所以你去到而家咧，我哋掌握唔到咁，甚至乎會唔會張珊珊係一個行動代號啊，台長？應該是啦，張珊珊行動之後有戲拍的添，係啊，總之就不知啦，真係。你睇而家嘅時事咧，其實你知唔知啊？國際大棋局其實係可以轉型嘅，叫乜嘢咧？神秘之夜每日版，所以又唔知啊，真係唔知咩都唔知。嗯，好啊，嗱，我哋答咗頭先個問題啦，希望啲聽眾滿意啦。如果唔滿意都唔緊要嘅，即係可以即係 follow up， 咁我哋睇下聽日或者後日再答過啦。咁我哋老師啊。是
认真啊，我想如果咧煮落去咧，阿温爷爷好大镬。冇嘅，嗱咁样啦，即系呢啲出得嚟行预咗要还噶啦，或者预咗唔还系咪啊？吓，会被马云咧？唔会咯，因为点解马云唔系政治噶嘛？马云纯粹系白手套嚟啫嘛。呢啲可以唔使杀嘅，呢啲小角色咁样。但系问题点解即系政治嗰啲个对手要怼冧佢咧？因为你惊佢复桌啊嘛。喂，你今日唔怼冧佢，佢跟住落嚟，佢有个机会，佢就会搞翻你噶啦。马云呢啲，屌呢啲有咩？呢啲咁嘅小人物有乜问题啫？系咪啊？佢仲有啊？阿温家宝嘅师承边个噶？温家宝师承边个啊？温家宝师承赵子阳。哎呀，哎呀，咁嗱，老实讲啊，咁啊，温家宝啊，喺佢年轻有为嘅时候，咁啊，曾经喺一个地方叫天安门，咁当时佢嘅取态，喂，其实大家年轻都做错事嘅时候噶。阿梁振英，我要更正你嘅，佢唔系做错事。佢嗰、那個嗰陣時嗰個角色好簡單啫嘛，佢陪阿趙紫陽去啫嘛，佢都係奉命噶，係咪啊？佢你可以調轉睇，誒、哎、佢奉命及住阿趙紫陽，喂有啲咩？不過即係佢咁都扭到，唔係扭嘅，你對政治冇嗰個認識咁單純先得嘅嚇。但係即係佢個表現本身，佢唔係做到惡形惡相，佢唔係好似李鵬咁樣，即係佢影帝嚟噶嘛，大佬。佢低温已經係影帝嚟㗎啦嘛，咁你即係你理解就話哦，佢去到啊幫阿趙紫陽咁唔係咁樣嘅，十個温家寶都唔夠死啦，因為如果係咁就嗱老師嗱引申個問題啊，咁香港啊梁振英先生啊呢位咁偉大嘅嚇新時代香港嘅人啊，喂咁嗰陣時咧佢嘅言論咧咁曾經八九年佢講嗰啲嘢啊嘛，冇佢都係一個卧底嚟㗎，佢喺英國讀書㗎嘛。哎呀，佢喺英國讀書嘅嘛，英國讀書嘅，你唔點唔知啊？佢 poly 讀完之後喺英國讀書嘅嘛，係咪啊？嚇，咁算啦。佢呢啲六八九啲，我又唔係好想講咧，太少角色呢啲無關重要嘅。嗱，我哋因為今一次我哋好緊湊嘅，要講講嗰個國際嗰個形勢。好認真。咁第一樣嘢咧，就即係而家呢個英國出咗今年度嘅字啦。咁嗱，我相信中文字今年就好簡單啫，今年一定一個字已經搞掂啦 ，run 就呢個字嚟嘅啫嚇。咁而家英文嗰度咧，就英國佢哋選咗今年咩字咧？Goblin mode，Goblin。喂，阿老師啊，我以為你話中文一個字得噶啦，係形容而家屌，我以為一個屌字係形容曬啊，真係，唉，唔好意思。唔係嗰個呢個屌字都不足以形容而家嘅局勢嘅，係咪啊？即係呢個係啊，係 run 呢個字先得。好。咁嗱，英文嗰個 goblin 咧，即係 goblin 啊。又 model 二啦，即係模式啦。Goblin 係咩咧？就係其實就喺呢個 Lord of the Rings 入邊啦，啊，即係入邊有一個角色，咁大家睇過啦，即係話一個小妖怪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哋咧就係即係呢個即係嘅意識係咩咧？就等於普通，即係等於而家大陸入邊講個躺平嗰個模式嚇。咁但係兩個唔係對等噶，即係你唔好一，唉呢個躺平就係 goblin mode 啊，或者呢個 goblin mode 就係躺平。佢只不過話咧，就係啲人咧喺嗰個疫情之後咧，佢哋唔想翻工啊，而家導致到咧，而家全部即係呢啲嘅工業國家咧，啊發達國家咧都搶人才，包括澳洲啦、加拿大啦嚇，英國都係啦嚇，咁。所以呢個成為咗今年嗰個即係英文字啊，因為而家都十二月啦，差唔多都即係十二月中添啦，咁可以做翻啲總結嘅。咁但係今日咧，即係兩單新聞咧，其實就好重要嘅，即係重要過頭先我哋第一節講嘅嘢啦嚇。咁點解咧？就因為第一個就係呢個烏克蘭咧就反擊，咁就用咗呢個無人機直接攻擊咗呢個深入俄羅斯入邊嘅。空軍基地，咁理論上呢、這個即係、就是、個空軍基地本身嗰個損失就唔係太大啫。但係呢個係一個咩警告咧？第一樣嘢，那個長程嘅呢個無人機嗰個能力咧，照計就唔係呢個烏克蘭可以俾即係自己做到嘅。咁究竟係邊個科水邊個科俾佢咧？咁樣咁係美國啊，定係還是以色列咧？咁我覺得如果牌面睇，因為而家冇人講，即係冇一個分析嘅。但我覺得牌面睇就似乎係以色列嗰、那個即係比較多少少，反而美國咧就而家嗰個新聞嘅報導就話咧，佢將嗰個
HIMARS 啊，嗰個火箭嗰個射程咧，原來係縮短咗嘅，就以免佢哋打到入去呢、這個俄羅斯嘅本土。咁點解成日呢個成為一個禁忌咧？就係、是、美國嗰個盤算就係咧，而家一路打落去咧，呢個消耗戰咧，即係烏克蘭死咗人唔重要，對於美國嚟講，最重要嘅你消耗咗俄羅斯嘅兵力。同埋佢常規兵力同埋佢個武器，佢唯一剩咗落嚟可以打嘅就係核彈。咁就睇一睇普京夠唔夠僵啦。你夠僵，而家開拖嘅，咁啊，梗係唔係開，即係唔單止開烏克蘭拖，梗係開其他人拖噶啦。但係你而家到而家都仲係即係喺度磨緊。咁而家去到呢一步咧，揾個即係長程嘅無人機打到入去你俄羅斯入邊嘅喺莫斯科附近嘅空軍基地咧，呢個係一個信息嚟噶嘛。可能嗰、那個即係破壞力唔係太大，但係對於普京嚟講，已經去到莫斯科嘅咯，即係打就係、是、打到你莫斯科嘅咯，即係換言之可以打埋你嘅克里姆林宮嘅咯，可以掃埋牆嘅咯。問題就係烏克蘭做唔做喎？而睇到就係俄羅斯個空防係原來做唔到防衞嘅。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理論上，但我唔知點解而家唔係做得好大咧。呢個新聞即係淨係講咗咧，佢冇分析到後邊嗰個問題喺邊度咧。第二樣嘢就打多，如果打多兩個月添嘅，就已經係一週年嘅啦嚇，即係比我哋預計嗰個長啦嚇。咁啊，俄羅斯而家可以做嘅就係不斷射飛彈啦，就係又射唔係又射係嘛，總之你平民又射嚇，軍隊又射咁樣。咁但係呢次烏克蘭打個好精準㗎嘛，佢冇打到呢個俄羅斯嘅平民㗎。即係如果你係打到俄羅斯嘅平民或者任何呢啲嘅即係所謂嗰個基建咁樣，咁俄羅斯就有咁嘅理據就要全民動員啦。咁但係而家到俄羅斯人民對呢場戰爭已經厭惡啦，即係大家都唔想打啦，基本上都係咪啊？咁你又咁精準，淨係打嗰個空軍基地呢？咁呢個俄羅斯又係難搞嘅，係咪啊？如果你話喂佢又好似俄羅斯咁，係又肥唔係又肥，肥 Q 曬你嗰啲電力啊，等到你即係冇電啊，冇水沖涼啊，冇熱氣，咁俄羅斯人民又反感喎。但係而家唔係好精準喎。咁呢單嘢本身咧，我睇牌面咧，唔係牌面啦，因為即係基本上冇任何信息，但我估後邊未必係美國。因為美國嗰個即係戰略嘅意圖唔係咁樣打法嘅嚇，佢係想大家磨到你俄羅斯死為止嚇，磨落啊烏克蘭死幾多人唔重要，但係而家呢個對於俄羅斯嚟講，佢要重新考慮過喎，就係你呢場仗點打落去咧，係嘛？係唔係撳核彈嘅時候咧？係咪？咁美國就唔想做呢樣，所以我懷疑談嘢咧後邊有可能係其他國家嘅手印嚟嘅嚇。咁我講好耐啦，咁你伊朗而家嗰個局勢去到咁即係爆炸性啦。先前講話你取消嗰個道德警察，如果原來而家又話唔係，咁啲人就繼續示威，係咪啊？咁你搞到幾時咧？係咪你個國家可唔可以捱得住咧？咁跟住你如果即係發動呢個對外嘅戰爭嘅時候，或者你開翻個核即係做核彈，咁就個形勢又唔同咗。咁以色列睇到呢樣嘢，佢哋有少少即係佢哋會有啲動作嘅。咁、那、嗰個關鍵就係究竟伊朗係咪向俄羅斯提供咗一啲嘢啊？嗱，而家俄羅斯否認咗呢樣嘢，但係問題就係你否認，可能你大家都覺得你講大話噶嘛，係咪啊？咁如果你話睇以色列眼中，俄羅斯同埋伊朗係一個係一夥嘅，咁而家一定唔包括中國噶啦，因為中國已經喺嗰個 G20 就簽咗個聲明，就係佢哋即係堅決反對、強烈譴責嗰個俄羅斯去侵略呢個烏克蘭啊嘛。咁所以就唔關中國事，但係伊朗。落咗落搭，咁變咗，即係伊朗就係以色列嘅敵人。咁而俄羅斯同伊朗 friend， 咁咪變咗俄羅斯都係以色列嘅敵人咧？咁呢個真係可以去參詳啦。咁呢個就係第一個。但係我覺得呢個成件事，即係比呢個美國而家嗰個內部發生嘅情況更加嚴重嘅，因為大家一。即係真係發啲癲上嚟，真係打核戰咧，令歐洲真係我諗話真係嗰個即係損害係非嗰個損害非常之嚴重啦嚇。呢個唔係講烏克蘭嘅問題，係全個歐洲嘅問題啊，一定嘅破壞性一定係好嚴重啊。所以即係雖然大家而家係遠喺香港，但係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值得去留意。咁其二當然啦。
就是那個美國那個問題啦。美國問題有很多很多很多即係新嘅新聞，我哋即係咁耐都冇講，但係可以趁住今日一次過即係去總結啦。最新的消息咧就係佐治亞州咧嗰個參議院嗰個選舉咧，結果有消息啦。唉，我真係攞命，大佬！嗰個選舉喺上一個月，你到而家你先有消息，就結果咧民主黨咧就喺呢個100席嘅國會入邊咧就佔咗51席，係咪啊？咁已經係真係真係多數噶啦嚇，就唔需要靠呢、這個嗰、那個喺參議院入邊嗰個何錦麗嗰一票啊，即係佢作為副總統，佢就可以成，佢就一定係成為呢個參議院嘅嗰個 speaker 啊。咁所以而家咧，即係民主黨就即係守得住呢個參議院，咁眾議院就都係共和黨噶啦咁樣。咁但係呢、這個即係第51席，咁點解會引起咁大嘅爭議咧？就是、因為 Donald Trump 佢睇完呢、這個Twitter 爆了一件事出來之後呢，他就說喂，可以不算數的，修改這個憲法、這個即是如果民主黨贏了不算數、啊、那就不是說輸打不贏要的，他說喂，根本個選舉本身一路以來那個即是那個傳媒、啊、都偏頗的，幫即是偏幫民主黨或者拜登的，他覺得不算數。這壇事呢，當然他講有他講啦，跟住個個都出來吵啦，現在甚至即是說呢，Donald Trump 下面那間公司 Trump Organization 呢，就在那個稅務那裡呢，就是判決了呢，他們是這個有那個違法的情況、啊、但是問題就是這個特朗普這個 Trump Organization 不是等於特朗普本人，即是 他本人暫時未有事住、啊、是他的公司，但是已經燒到埋身了一把火。咁換言之，就係特朗普佢宣布咗呢個嘅即係參選之後，民主黨咁就要係即係非常之要去追殺佢啦嚇。咁追殺嗰度要透過嗰個法律噶，定係還是其他咧？呢、這個未知。咁但係咧嗱，而家呢件事又牽涉咗 Elon Musk 嗰度。嗱，我頭一節已經提過啦，無厘頭地咧，佢間 Neuralink 咧就專門研究啊嗰、那個即係人體中枢人這個中枢神經系統怎樣跟電腦去連接接軌、啊、去那個界面怎樣連接。那麼試過呢，整隻馬騮出來呢就打字的、啊、因為這個是一個例子，就是、啊、就是為什麼證明這個神存這個神存在呢，就是你有沒有可能、啊啊、你個人員這樣你、就是、去點演化，咁你馬騮打字啊，打100萬年、1000萬年啊，佢都唔會打到一篇文章出嚟噶嘛，係咪啊？就正如你出邊有曬石頭喺度，會唔會即係風卷殘雲咁，跟住整個747就唔得噶嘛？咁一定係有一個所謂一個目的啊，即係去由人員去變成一個人。咁呢個 Neuralink 咧，而家整個嘢出嚟就係佢控制人馬騮就係打字嚇、啊，結果啊打到表面睇啊。咁我對呢樣嘢咧，我就會咁睇嘅嗱。你而家又走去嘈佢喺嗰個即係實驗嘅期間咧，佢殺咗幾千隻動物，咁你係咪地而家先知先？係咪啊？咁我相信唔係啦，嗰個實驗搞好耐噶啦嘛，咁啊殺咗豬、殺咗馬騮、殺咗乜殺咗貓，殺咗好多嘢，咁點解而家先嘈咧？呢、這個就等於之前咧，佢收購嗰個 Twitter 嗰陣時候咧，佢都有嗰個牽涉嘅官司㗎。咁好明顯啦，而家喂邊個去呢、這個即係燒到拜登嗰搭嘅，一定攋嘢噶嘛，係咪啊？咁 Facebook 即係之前佢哋都透露過㗎，喺個亨特拜登嗰單嘢上邊，佢哋都落咗手腳，做咗手腳喎，都會刪除咗呢啲嘢，但係佢有佢個理由。咁而家呢單最爆炸性係咩咧？就係、是、Twitter 當其時都收到啲料嘅，主要就係呢個嘅譬如話。是那個 New York Post 紐約郵報入面爆了一些東西出來，現在主要爭什麼呢，就是入面，因為這個亨特拜登好像陳冠希一樣拿了電腦去整，整完之後呢，他入面所有東西就被人 cap 了下來，那麼 cap 他下來那個人已經也都說了有這壇東西，也肯出來的，但是整個案在2020年那個年中爆出來，真的沒有司法部真的查這件事，是不是？我寫文章寫了幾篇，就是說呢，是這個的
入面有牽涉到就是 Big， 即係 The Big One 呢個問題啦。The Big One 啊，究竟是邊個呢？亨特拜登對上就應該一係佢阿叔啦，一係就拜登本人啦。即係換言之，個總統候選人都可能是曾經受過佢當你即係擔任呢、這個副總統之後。咁好啦，而家將阿當初阿呢個伊拉克收購咗呢個 Twitter 啦，佢入邊佢睇到曬啲料，咁佢跟住話：，誒、哎，我掟埋出嚟啦，睇下你班友有啲即係話嗰陣時嗰個審查嘅情況。咁擺明佢而家咧就係、是、即係去親向呢個共和黨嗰邊。咁你民主黨你唔喐佢就奇啦，係咪啊？咁佢所以佢呢排咪爆咗好多啲咩大數據啊，或者嗰啲咁嘅嘢出嚟咯，即係話俾你聽話，原後邊咧。喂，那個政治咧係好多人操控緊嘅咁樣。其實咧，佢係咪真係即係一個咁嘅頑童啊？即係而家要即係將嗰啲咁嘅唔好嘅嘢去顯露出嚟咧，喺呢個即係電腦界咁樣。咁我又冇去得咁即係咁簡單嘅。即係我一路都講緊，無論阿 Donald Trump 或者係 Elon Musk， 其實佢都係商人嚟嘅，佢商人本色。就喺而家呢個時空入邊，佢做邊嘢最著數？是吧，做什麼事是最有利的。在 Donald Trump 來說，他即是回上去之後，他是不是一定要對這個中國、啊、是比這個拜登更加嚴厲呢？我覺得未必的，未必的、啊、他也都因時制宜，是吧，他上到去之後看看誰要他要即是 去報復先，是吧，可能是也都可能不是，是吧，佢睇到其時個形勢係點樣？咁 Elon Musk 而家嗰個問題都係㗎。喂，佢嗰檔嘢，嗰檔 Tesla， 今年嗰個生意，來年嘅生意咁差，係咪？咁佢都要諗下計啊嘛，而家係咪？佢仲俾人焗住買咗呢個 Twitter， 係咪？佢趁機會就放埋呢個 Tesla 嘅股票，係咪？咁所以如果佢而家佢要諗橋，喂，佢都可能夾定一樣嘢喎，就係、是。他估計誰將會上台，他已經說明了，他就不是支持 Donald Trump 的，但他是支持共和黨的 DeSantis， 後面有沒有一些台底的交易呢，是導致的，但是起碼現在共同的敵人就是民主黨，特別是拜登，而實際上拜登那一壇事本身呢是相當之，即我想那個轟動性是其實是遠比 Donald Trump 那個大的。咁你而家話佢一即係爆呢單嘢出嚟，而其他嘅傳媒嚇係呢個唔肯去報導嘅，但係呢個 Twitter 肯去即係搞呢單嘢嘅，咁好多時呢啲都會造成一個即係轟動效應啦，所以都唔使擔心話跟住佢咧就去。生意低落啊 ，Twitter 佢保到住個 Twitter 嗰度先啊嘛，啊咁 Twitter 而家啲廣告都翻嚟噶，係咪啊？暫時係咪啊？嚇，咁嗱，而家後邊嗰個亨特拜登入邊有啲咩嘢咧？咁樣，咁有條題咧就好鬼正嘅，嚇，咁咧就呢條題咧係一個網站咧叫 The Buffer 咁啊，嚇，咁係點寫法咧 ？No， you don't have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post Hunter Biden's dick picture。pick 啊 ，dick pick on Twitter。咁啊，阿文俊考下你啦，呢个 dick 呢个字系点解咧？诶，冇声啊，点解？dick 咧，我咪有 delay 啊，即系嗱，讲紧咧，琴日同阿大飞哥做直播都系，佢啲信号差啊嘛，有时突然扑一声一秒。跟住收唔到啊！黐線的咧呢樣嘢咧嚇，咁你問得啱啊！因為我老師梁錦祥老師咧就教過的啊，即係啫咁啊，所以咧好簡單。阿台長咧好多年前咧喺大學度教過我嘅，你一成日咧係鬧人。你鬧人撚樣啊！你淨叫佢 dick face， 係啊！我記得好似係咁嘅，啱唔啱啊？今日嘅兩次，梗係唔係啦？跟住第二條題咁樣就係咩咧？Elon Musk Twitter files are turning Hunter Biden's penis into a constitutional crisis. No joke. 咁啊點樣咧？呢條題仲正，呢條 Yahoo 嘅題話，即係 Elon Musk 呢個嘅Twitter 嘅檔案咧，將呢個亨特拜登條賓州咧變成一個即係憲法上嘅危機。啊，呢個唔係講笑嘅咁樣。咁點解會咁樣？即係因為咧入邊呢個 Twitter files 入邊咧就有呢個亨特拜登嘅裸照。
裸照喎、哦，即係條豬都見埋喎、哦。咁嗱，呢個一個好大嘅疑問就點解如果有張咁嘅相，點解唔係喺即係2020年嗰、那個即係、就是、選舉前夕大肆報導啊？即、就、係、是、出嚟嗱，而家拗緊乜嘢咧？而家拗緊咧就係話呢個 Twitter files 入邊咧，即、就、係、是、亨特·拜登嘅電腦入邊嘅資料入邊咧，當其時民主黨係冇去嘗試俾壓力呢個 Twitter， 只不過 Twitter 自己喺度拗，內部喺度拗緊，應唔應該登呢一即係俾啲嘅户口去 share 呢張呢啲咁嘅照片？嗱，大家要記住啊，所有其他傳媒都冇即係去登過呢啲嘢㗎，但係即係呢個嘅《紐約郵報》只不過即係一個間接嘅報導嚟嘅啫。但係原始嘅資料咧，其實喺呢個 Twitter 嘅內部都係收過嘅嚇。咁而家到而家啦 ，Elon Musk 都冇直接將佢掟出嚟住，就將佢就話有一單有一啲咁嘅花喺度，咁應唔應即係嗰個討論嗰個過程係點樣？咁 Elon Musk 玩呢單嘢都玩得好好啦，即係我最記得當年阿程介南佢嗰個間公司嚇。他做緊呢個立法會議員的時候，他開一間公司，咁《蘋果日報》點報嗰單嘢咧，就逐下報咯。咁 Elon Musk 玩呢單嘢都玩得好噶，佢而家唔係即係一次過整下出嚟喎，一路即係去將呢個 Twitter files 呢單嘢引起一個討嚴重嘅一個好大嘅討論。咁睇下到幾時啦？呢個 Twitter files 就即係推特檔案啊爆出嚟嘅時候咧。先至係接近嗰個嘅，即係美國總統選舉嘅時候，或者即係好清楚啦嚇，共和黨邊個出嘅時候，先至完全爆出嚟咯。咁所以咧，你即係去睇而家咧呢個即係民主黨方面咧，對呢件事本身咧，佢唔係即係去針對嗰個 Twitter 嗰個檔案，而係針對呢個 Elon Musk 就要搞佢係嘛？咁啊，所以 Elon Musk 咧，啊頭先阿文俊第一節已經開始講噶啦。我隨時咧，如果我被自殺咧，大家千祈唔好信啊！嗱，伊拉克斯要去到咁講法嘅時候咧，件事就都係幾即係幾嚴重噶啦。不過咧，佢手上有料，呢個係可以保證咧，係佢可以嘅，即係渡過呢個難關咁樣嚇。咁佢而家就講，佢咧就爆咗呢單嘢出嚟嘅，即係喺一個問答嘅情況之下咧，佢就會唔會受到呢個嘅報復？嚇、啊，即係喺嗰個 Twitter files 入邊嘅泄露會唔會受到報復？咁佢跟住佢就講，佢話咧我冇任何有自殺嘅念頭。如果我真係自殺咗咧，咁一定唔係真係自殺。喂，你諗下，佢係全世界首富嚟喎，話名嚇、啊、都咁一句講一句咁嘅説話，你話即係嗰件事啊嚇？啊即係去到一個幾重要嘅關鍵啦。咁我哋可以同佢同阿馬雲比㗎，係咪啊？阿馬雲啊，而家咁低調咁樣啊。咁如果馬雲突然間佢自殺，咁你估馬雲係咪真係自殺咧？咁啊，梗係唔係啦。咁啊，梗係有人殺人滅口啦。不過殺馬雲就易過殺呢、這個即係、Elon Musk 嘅嚇、啊。好啦，咁我哋而家去到睇到咧呢度咧，即係我哋可以做一個總結嘅，就係咧。你而家呢個嘅美國嗰個形勢咧，亦都去到好清晰噶啦。就係呢個民主黨同共和黨就嗰個嘅勢成水火，已經去到即係大家如果邊個掌握唔到嗰個政權嘅話咧，又係一句被清算。嗱，好簡單啫嘛。你而家喺個共民主黨即係不斷追殺呢個 Donald Trump 啦，咁你如果 Donald Trump 上台，你追唔追殺 Hunter Biden 咧？一定追殺啦！喂，證據即係料喺曬度噶啦嘛，你係你個司法部門而家唔做嘢啫嘛。咁如果你話喂，如果呢個拜登連任嘅話，咁搞唔搞 Donald Trump 咧？又一定搞喎！即係美國嘅政治去到而家一個咁嘅局面咧，係前所未有嘅。大家又記得當年呢個嘅尼克遜落台被呢個國會彈劾之前，佢自動落台啊，費事你國會彈劾即係過咗佢咁即係樣衰，咁跟住福特赦免咗佢，即係作為總統。咁你跟住卡特上台，你
都冇走去再喐呢個李克信啦嚇，啊啲嘢都唔查添啦，甚至係咪啊嚇？電視就一路嚇、啊、好，即係大家對嗰個邊個係深刨，咁一路估咗成幾廿年，咁跟住先至爆出嚟，哦原來呢個聯邦調查局嘅呢個副局長。咁但係你而家唔係，你而家由即係前任總統奧巴馬嚇、啊、到現任總統拜登。甚至未來的民主黨的如果是做即係係總統話，都唔妥 Donald Trump 喎，都要即係要懟冧佢喎。咁你話 Donald Trump 唔還拖嚇，唔咩，即係去做翻啲嘢，咁佢點保護到自己？係咪啊？所以咧，你去到呢個局面咧，即係儘管我哋第一節都有啊，第二節頭都有，即係今一節頭我哋都有提到，就係話哇，而家你中國嗰度嚇，即係跟住都消息。咁你問調翻轉啦，你美國係咪都係差唔多咧？只不過手法唔同啫嘛，係咪啊？但係問題就係美國嗰個情況會牽涉到外國噶嘛，牽涉特別係呢個烏克蘭嘅戰爭啦。你俾普京捱得過呢一關嘅話，阿 Donald Trump 上台，咁又唔係之前嗰個形勢噶咯，跟住就反而調翻轉嚟喐 Q 你烏克蘭噶咯。點解咧？就因為烏克蘭同呢、這個即係、就是、澤倫斯基同亨特拜登之間。其實有啲即係業務上嘅關係噶嘛，係咪啊？咁你唔係趁住機走去呢個喐佢嘅時候，咁你喂點樣去呢、這個即係、就是、保證你啊？跟住入邊嗰個即係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即、就、係、是、保證到你跟住冇呢個差後算帳咧？仲有呢、這個又係即係我哋冇乜機會講嘅，就是、之前咧即係嗰個加密貨幣嗰單嘢啊，呢、這個 FTX 嗰單嘢。喂，由佢老豆呢條咁嘅即係Sam Backman-Fried 咧，佢原來咧佢其中一個開會喺澳門開過嘅，係啊呢單嘢即係跟住可能即係我哋有機會再講講啦，即係佢組織公司嗰時候啊，原來喺澳門傾嘅，跟住先嚟香港。咁你原來就佢哋從來一直成家人都係呢個支持呢個民主黨嘅，喂。咁後面係咪有啲嘅即係貪污嘅問題呢？即係會唔會話哇？佢哋如果即係共和黨上台之後，成單加密貨幣啊，後面嗰個嘅即係呢啲嘅生意業務同民主黨之間嘅關係，又有啲乜嘢嘅呢啲嘅千絲萬縷嘅過程呢？咁呢個又係到期時又係好氣連場嘅，所以呢即係我哋講話嗰個十一月之後就 Great Reset 咧，係完全係冇錯嘅。到而家呢個民主黨同共和黨都面臨差唔多接近攤牌嘅時候㗎啦、啊、再過多幾個月啊，即係真係嗰個美國嘅大選開始，大家要起步嘅時候咧，嗰、那個鬥爭係更加激烈嘅嚇。咁、啊、我哋希望一樣嘢啦，阿 Donald Trump 啊，小心少少嚇。而家唔係阿 Elon Musk 自殺嘅問題。是我你會不會隨時被人暗殺的問題啊 ？OK， 好啦，嗱，我今天都不要看得太遲了，因為咧，如果我哋太遲的話咧，後邊嗰啲嘅技術人員咧，佢哋做嗰後期嘅製作咧，就會相當辛苦噶啦。啊，咁我哋聽日再見啦。最尾咧，俾我補充兩句得唔得啊？好，係啊，咁啊，頭先咧，老師講到啊，澳門嗰個獨特地位咧，其中一樣嘢啊，我哋琴即係我琴日啦，喺大肥哥個直播節目講咗啊。喂，其實講緊你可能啲官喂要過嚟傾啲地區發展嘅嘢、利益分配嘅嘢，你做生意，你有啲唔見得光嘅錢、唔見得光嘅渠道，甚至乎我哋國際大事其實講緊，咦會唔會香港嘅生意、香港嘢喺香港傾啊？唔會啊嘛，大家都係啊打搭船嚇直升機過嚟澳門咧，澳門呢度傾啊嘛。另外第二好多嘅交收啊嘛，講緊譬如啲錢銀啊，有好多嘢喂你賭場。其中一樣嘢其實可以做交收嘅渠道噶嘛，媒體噶嘛，所以其實澳門咧一直咧，即係香港同澳門都係噶，一個資訊城市，一個間諜城市，同埋一個貿易城市嚟噶嘛。咁啊，講緊呢個澳門嘅獨特背景咧，其實就係引證咗呢個今日即係我哋嘅節目啊，國際大棋局啊。所以大家如果你睇一啲澳門嘅事咧，點解台長講緊高瞻遠矚？
在2000年初呢他已经是摆这么多时间他自己过来澳门教书啦讲托啦。另外为什么甚至乎澳门是没有网台节目的不会有这样的人都不兴上网的时候他已经过来甚至乎他抽出一些澳门的人即是邵文俊他出来培训啦去做很多事呢因为台长其实很多很多年前他自己在自己的节目当时啊已经有讲过其实澳门的特殊地位除了说历史性就是他在国际市场上面那一种的媒介和其实坦白讲一句啊台长这句说话你认不认同澳门其实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大马仔这个地方。嗯是啊。官商鄉壓全通的嘛。你不止咁你头先睇到那个即、就是说他那个的加密货币关公司啊这间 FTX, 他原来最早期在澳门谈过一次的即、就是先你说咁你已經諗到好多嘢啦，真係。嗱，同埋咧，一開頭台長講過嗰、那個英國、美國嚇、啊，以至譬如以色列嗰啲導彈系統咧，咁啊到時咧，大家今日咧都聽一聽翻，我哋之前啊有位主持 Evan Sir 咧，其實都做過呢個飛彈系統嘅節目，佢都有提及到呢個問題。美國、英國點解設計啲嘢出嚟咁樣？同埋嗰件武器係咪要攞人命？定係台長話齋戰術性拖垮你？咁啊？大家咧有時間去聽下啦，好啦，老師咁啊，今日辛苦曬，咁啊，聽日翻嚟好冇？聽翻嚟 ，OK。好，拜拜。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啦，咁啊阿朗哥啊特登為我煮咗你嘅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咧？我台長西亞牛扒嗱，咁我要介紹下呢、這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第一樣嘢單手可以食嘅，唉，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咁西亞牛扒咧，跟住又比較得嚟苦蝦啦。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啲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咁大家嚟啦，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啲味，台長西冷牛扒啊！多謝大家支持廣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